徐震要偶像养成真人秀下一站大明星21日开播，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型男艺人徐震要参加的偶像养成真人秀下一站大明星先导片近日曝光，节目即将于2月21日起于每周二周四上线，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下一站大明星汇聚八家经纪公司甄选的八位高颜值鲜肉男艺人，入住同所宅邸和宿生活，集训传递他们的友谊与陪伴，竞争与硝烟，坎坷不断，爆笑不停。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首期首集节目中，徐震要与七位伙伴陆续进组，遭遇没钱买道具的穷困制片组的超高标准与严苛要求，以及队友间挖坑设计甚至睡觉靠挤，令大家直言生活一度难以自理。八位艺人从素不相识到产生兄弟情谊甚至亲密激情，真实展现出身为艺人出道之初的艰难与辛酸，刻苦与斗志，意外与笑料颇多。徐震要凭借绅士风范赢得好人缘，获赞绝世好蓝颜，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身材高大，热爱运动与烹饪的徐震要曾获 Men's Unknown 男模大赛冠军，担任过超模大赛代言人与主持人，成为 GQ、 FHM、 Men's Unknown 等众多时尚刊物的常驻男模，深受品牌与厂商认可，获邀参演棒球练习场、网络游戏、名表等品牌广告，也曾在陈奕迅、戴佩妮、张芸京等歌手 MV 中展现出色演技，备受认可的同时人气逐步提升。今年开启影视演艺道路，已参演《热血长安》《寒武纪》等影视作品，发展新方向。